谁啊？于西磊，结构工程师，我正好在这边出差，我应该能够帮到你们。大家都别乱动啊，小心二次坍塌！我来帮大家找出拆解顺序。 左边这块支点，这块支点还需要加固。慢点，这儿。对。哎，就上面的人比较简单，要想把下面的拉出来，这顶上恐怕撑不住啊。避开左边的石板，纵向怎么施力都没有关系。 我们现在需要一根撑杆。好，大家慢点啊！现在我们可以掀了。结构工程师，专业的啊！相信我，来，准备，咱们加把劲儿！一、二。 三。